总统府原转会召开第11次委员会议，再次关注原住民族语言传承与土地权利的转型正义。族语发展真的走出苦难历史，看见再生的契机了吗？被殖民政府掠夺的土地，在重新划入原保地之后，就能够真正落实原住民族土地的转型正义吗？请锁定本周六晚上8点的《部落大小声》。